李锦记的愿景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李锦记。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的出货单显示，当时李锦记产品已经出口到二十几个国家、五十几个城市。无论你身处墨西哥、荷兰、斐济、南非，亦或泰国，都可以品尝到正宗中式酱料风味。